一个膊头，一个陈浩南咁嘅款，今朝啊，细路你哋边位啊？谢家全部缺席，柏芝佛诞开 P， 何细仔六岁生日，唔认得，你真系唔认得，咪就系柏芝同霆锋两个仔仔 Lucas 同 Quintus 咯。眨下眼 ，Quintus 五月十二号六岁生日啦，趁佛诞，柏芝叫埋成班教友半百人同寿星 Quintus 开 party 啊！24号嘅柏芝仲准备咗个 iPad 立体蛋糕俾寿星仔切嘅。咦，不过玩咗咁耐唔见谢家踪影嘅，唉，鬼咩？霆锋望住北上掘金，阿爷四哥就同佘诗曼、高凌去深圳拍无线剧，姑姐就挂住做运动 keep it， 不过唔怕，有 Auntie Pinky 同佢哋玩。我自己玩得一餐咯，成滑梯都送咗啲衫仔俾佢哋。阿妈都系微博放闪啊，喺你嘅世界幸福就系咁简单。妈咪同哥哥是最温暖的存在，亲爱的 Quintus 宝贝，生日快乐，永远快乐啊！ Quintus 笑成咁，就知佢呢个生日玩得好开心啦。